哎，好的。买二送一吗？来来来，给你拎几支的，来来来，你来。不是买二送一吗？你要干嘛？你不是要喝？对啊，我要吸管吗？热的还是要打开？打开啊，吸管你怎么喝？吸管你可以喝啊，会烫到我，就呼这样，会烫到。啊，这样子开也是烫到啊，这样子比较不会烫到吸管，你吸的量太大，你整个烫下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没有喝呢，拿着就会烫了。不是一个地区，我姐啊去买那些纸，不是喝起来很酷哎，酷啊！玩火啊，就跟你说玩火，就是香香的茶，还蛮赞的，水果茶吧。嗯，比较不像水果茶。